说，他就说，跳的比较不一样。我说那自己挑，就把我收集到的时候，这个比赛就是丢给他们来。对，然后后来他们那个有一个班在练习，然后他们就说希望我那个居民同心，对啊，保障卫福，对啊，你看看，又有梯队跟各位长官、各位嘉宾，对，我说现在进行的是由国防部然后后来后来就说好，那陆军的举手，二零三空三军乐队。他们是国军的尖兵，更是专业的军民武队，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庆典及军礼事务，并经常与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及各地举办音乐会，展现多元形态的艺术，通过各界的参与影响。现在各位所听到的抗议进行曲，是由一队长，海军中校已经报告，操演开始。操演开始。
紧接着三军仪队将在没有音乐的伴奏下，以拍箱动作配合踏步转身及靠腿声为节奏，呈现多层次的原地间枪法，展现一队队员团体默契及情绪矜持之训练成果。请看操演。
完毕。